OK， 开始了吗？试音幕开始了。好，这是椅子，就是 L 一平行 L 二，然后这个角是180度。我们要求的是角一加上角二加上角三。好，所以可以画平行线。我们就已经知道同位角会产生，所以画这个平行线。那这里就会有一个角一出现，这里这个就会是一个角一，然后所以这个大角就是角一加角二。然后再画一次同位角，然后所以这一个大角也会等于这个角，所以这个是角一加上角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角，这个角会等于这个角，这个角是角一加上角二加上角三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两边角一加上角二加上角三加角四等于180度，所以在扣掉80度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角一加角二加角三会等于100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想看一下这一题，来二五，师爷我问你，这里题目比较重要还是图比较重要？图吧。你图题目写这么大，图画这么小。那你要同位角相等，事实上你应该把图当做主角。你现在把题目变主角了，这里变成配角，知道吗？修正一下会更好。OK， 下一题谁好呢？瓶子。